8月19日，哲仁发被拍到和好友一起跑步爬山，清晨4点便出发。65岁的周润发身形高挑清瘦，细细观察，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。在下山的途中，周润发碰到两个外籍的小粉丝，还友好与之合影。有网友评论：“发哥这身材不错。”